另外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今天凌晨突然发生了火警，庙舍全面的燃烧，陷入火海。幸好当下所有人都顺利逃生。详细情形，请记者邱燕玲来告诉我们。道吞噬整间宫庙，还不断窜出大量浓烟。事发地点就位在南投县中寮乡土地公庙的石龙宫，这里以拜泡面闻名，有泡面土地公称号。一号凌晨2点多发生火警，当时民众前往拜拜，走到一半却发现一旁的蜡烛堆窜出火苗，急忙逃生。现场还有不少人则是刚拜拜完，正在吃着泡面，不少信众们都被吓坏。先带你来看一段当时画面，很恐怖哎。消防车抵达时，整间土地公庙已经全面燃烧，经过30分钟后才成功扑灭火势，财务损失初步估计大约超过30万元。石龙宫主委吴长远也透过脸书回应，表示人一切平安，感谢大家关心。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，还要等警消进一步调查厘清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